蛋仔派对一周年即将发生的四大变化，伙伴们，老玩家看到不许哭。第一个，伙伴们，现在摩天轮下边广场的这个位置，现在是一个音乐舞台。叮叮叮，一周年的时候，这里将会出现一个大大的蛋糕摆放在这里，你们看，上面写着数字一，是来庆祝蛋仔派对一周年啊。生日快乐。第二个变化。 众所周知，现在蛋仔岛营业的商店非常的少，而在一周年的时候，伙伴们第二个变化就是你们看，商店打开很多，并且通往禁区的道路也被打开了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售卖咸鱼的商店。第三个变化，众所周知，现在蛋仔岛的游戏机只有一个。伙伴们。 伙伴们，在未来的版本，游戏机不只是一个了，游戏机一次出现了三个，并且全部整齐的摆放在一起。这是第三个变化，游戏机多了两个。第四大变化，到时候我们的蛋仔岛的天空会迎来一场好看的烟花盛宴。你们看，晚上我们的蛋仔岛会出现很多的烟花。